是什么线吗？打麻将，2006年在澳门，在一个收藏家那里买的，用了5万块。什么木的，你知道吗？黄杨木。黄杨木。你这个黄杨是小叶黄杨，这个材质很大，因为黄杨属于灌木，它长不大的。有人说呢，叫长不大的黄杨，小叶黄杨，我们叫岁长一寸，遇宁而退，就一岁只长一寸，遇到宁年呢还要缩掉一点。所以你这件东西啊，这个底盘超过20公分，那它要长到多少呢？100年、200年才长成这样。这个材料可以和象牙媲美。这件东西呢，应该是清代中晚期的东西，是福建人做的东西。它的特色就是用夸张，尤其它的额、它的脸部，人物的线条呢又是简练、流畅。所谓有不足的地方呢，这个手估计呢，这个拆进去的手啊掉了。假定这么大牙雕的一个东西，现在要多少呢？说30万左右。那现在的价值是多少？那就是说，假定象牙是30万，去掉一个手多少？去掉几万都不要了，是吧？